数据分析来讲的话，暴力的行为，性别暴力其实是97%都是在家里发生，而且是认识的亲戚。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听到这个数字会觉得有点觉得很夸张，然后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不敢想象自己的家里会发生这种事情，甚至是可能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先生或自己的亲戚会不会对女儿做出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多讲出来，就是其实，数据来讲说，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认识的人，所以一定要从家里开始。创办人文轩提到的，就是到底在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最常是在家里，所以就是多多的关心自己的家人或者是甚至是朋友，就能避免性侵害、性别暴力这种行为。对，我觉得除了观察之外，我们都必须要勇敢一点，因为当然大家看到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逃避，都会想要去希望它不是真的，但是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勇敢说 No means no。